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河边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又名坚哥。这段时间成了网红，他不是现在成为网红，他之前就是网红。那么网红做了一个代表政府的发言人之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效应呢？这不最近捅了个大篓子吗？川普总统提出的中国。 病毒这个话还真毒。本来吧，如果只要提到这个中国还带着病毒的话，那肯定是群情激愤呐、啊，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口水都会把川普总统整个人给淹没掉。但是这一次好像底气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始作俑者居然是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坚哥。 这个坚哥捅这个篓子呢，说到底呢，这也不奇怪，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他一直喜欢跟别人掐。那有人说了一个外交部的一个发言人，而且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官，怎么就是喜欢跟人家掐呢？这个就是个性使然了。他有的时候，他做惯网红之后呢，他常常呢，他分不清角色了。 人说了，你捅出这大娄子，很多人说啥娄子呀？哎呦，这不就是他在自己的推特上面说到这个推特呢？这个赵立坚呢，在二零一零年就开了推特，目前有粉丝差不多是有四十万，最近涨了二十万。那么这个坚哥呢，这个前几天呢，走马上任三十一任的。 外交部的发言人，结果呢，他依然呢，还改不了老脾气。他呢，就把中国啊，在武汉出现的这冠状性病毒呢，说是是由美军去年参加武汉军运会的时候可能带进来的。这一下子呢，捅了个马蜂窝。本来这个话谁都能讲，但是呢，你外交部的发言人你就不能说这个道理？难道还要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来教吗？ 因为你是，你是冠名或者叫是你是被认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你讲的每一句话，人们都可以假定你代表政府的立场。哎，有人说了，川普也经常胡乱说话，他代表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当然啦，很大程度就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结果呢，好了，这个赵立坚这个网红。 跟美国川大爷这个老网红两个人一 PK，把这个赵立坚给 PK 下去了，一点声息都没有了，等于就是一个外交的事件。结果你看，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国务卿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这一下子吧，把崔天凯呢，真的是啊，这个。 颜面全无啊！因为这个说到底，他管不着啊。这个赵立坚这德行，这个崔天凯管不着。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啊，无论是什么华春莹啊，什么耿爽啊，虽然他们呢不都用推特的方式啊出来啊，这个招摇过市，但是呢，有些讲话我们听了吧，都是骂街式。 外交部其实就是一个高层次的叫什么公关部啊，外交啊不是外斗啊，但是呢，我们总是从他们言语当中听到了一种酸溜溜的那种味道。呃，大家可能发现哈，前几天啊，这个耿爽啊在回答有关美国啊援助中国的啊一亿美元的事情啊，他就说了钱没到，啊钱没收到。 如果美国政府还愿意出的话，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国家吧。这话就说的就没有水平。钱没到，人家美国政府表态要给，能不给吗？他要通过程序，不可能像中国一样，也有个哪个大领导或者哪个部门一说，马上钱就到账了，没那么容易。再说了，中国的官媒曾经报道过，这个钱所买的物品已经陆续。 前往中国了，结果呢就自己给自己打脸了。我们再回到这个赵立坚吧，赵立坚做网红，他不是第一次啊，他以前就是如法炮制，所以这是他的一贯的伎俩。所以这个赵立坚呢，我就说了，你还做什么外交部长呢？啊，你就当好网红就得了是吧？那个外交部。 专门设一个网红部，然后呢，让让这些啊战狼式的搞战狼式外交的啊都出来呗，有有啥关系呢？所以我们就看赵立坚呐、啊，身为一个外交官，确实有的时候，哎呦，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吧啊，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在中国问题上舌战群儒。二零一六年的时候，赵立坚与巴基斯坦有个叫《黎明报》的记者阿尔梅达。 在推特上面就什么“巴中经济走廊”的问题展开论战啊？那你跟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人啊、媒体人打打啊笔仗也就算了。赵立坚他还呵呵他还跟这个堂堂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驻联合国的前大使苏珊在社交推特上就新疆问题展开交锋。 当时呢，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了力挺中国新疆政策的三十七国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联名信，说这是对美国及西方同伙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响亮的耳光，这种话呢，就不是一个外交官说的。但是呢，这个赵立坚呢，就喜欢用这种文革的语言呐、啊。这个赵立坚还批评啊，西方二十二国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是严重抹黑。 啊，指出华盛顿特区的白人呢、啊，从不去东南区，因为那是黑人、拉美裔的地区。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你这里的种族人权问题大了去了。因为赵立坚呢，曾经在任上呢，去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干过好几年，所以呢，他对美国的情况还熟悉。于是乎呢，赖斯通过推特。 说赵立坚是一个可耻的种族主义者，而且惊人的无知。赖斯还说了，说在正常时期，你，也就是说赵立坚了啊，会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要求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将赵立坚啊这个请送回国。当然了，这个赵立坚呢，这个还停不下来，他继续回推，说崔天凯管不着我们呐、啊。 啊，我是驻巴基斯坦的哈哈，因为赵立坚做过巴基斯坦的什么公使衔参战。哎呀，这个我就说了，怎么外交官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这还交什么呀？不打起来才怪呢。那么还有更有胜者了啊，呃，这个中国驻巴西的啊一个大使，哦呦，也是了不得啊。 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得跟大家啊稍微说一说。中国驻巴西大使呢，呃，这个最近呢也出了个事儿。这巴西外交部啊，前几天呢就致函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对其大使杨万明的一则对待其就是巴西总统的叫博索纳罗家族的侮辱性的攻击呢，表示强烈的抗议。哎，我就想了。 你一个巴西的大使，你应该是跟巴西他们政府搞好关系啊，怎么还去侮辱人家总统的什么家族呢？说人家的家族啊都带毒啊，而且呢还说这个家族啊，就总统父子啊，到了美国之后啊啊带回来的都是精神病毒。这种语言，这个说起来实在是有点不客气，是吧？啊，那么说到这个巴西总统呢，因为这个不久前呢。 他和他的儿子啊，他的一个儿子呢，呃，本来在啊这个做民意代表，本身就是民意代表，还不光是就是这个总统的儿子，那说了一些中国政府啊在疫情问题上的啊一些他认为的一些错误行为啊，结果呢，这个中国驻巴西大使啊就勃然大怒，在推特上面又开始骂起来，结果把巴西啊这个政府给惹毛了。 我就说了，你即使想骂，也不用大使出来吧，派个小喽啰出来不就行了吗？还搞什么人身攻击？哎，我后来我就想了，什么从这个赵立坚呐、啊，到这个杨大使啊，这些人是不是都是都是别的国家的卧底呀、啊？都是想把中国搞得灰头土脸、出尽洋相，然后帮助别人国家孤立中国呢？要不然？ 美国总统什么中国病毒早就群情激愤了呀！现在你看，事情是赵立坚引起来的，人家就没得话讲了嘛！你看到现在为止，海外你看有多少华人呢、啊？啊，发起什么要求川普道歉呐、啊，什么等等。要不然啊，这种事情啊，不要说是中国病毒了，你就说武汉病毒，我跟你讲，海外的六千万华人都放你不过，这下子。 有了卧底这个事情就好办了。那赵立坚，你看这一说，人家觉得哎呦算了，始作俑者赵发言人呐、啊，因此呢，很多人的气啊就压一压。那么有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老百姓随便骂一骂也就算了，是吧？这老百姓嘛。 各色人等啊，档次有高低，人家也不会往你政府身上扯。但是你作为一个外交官，作为一个政府的发言人出来骂大街，这就是太弱智了。而且像赵立坚，贵为外交部的发言人，你的一言一行，你怎么能够走网红的路子呢？所以这个外交部变成外斗部啊，这个让我很感慨啊。那现在呢，我觉得。 中国的有些外交方面的一些做法，有包括什么交朋友，像什么北韩呐、啊、俄罗斯啊，啊，弄得好像鲜血凝成的友谊，在关键时刻一个一个把你出卖掉，我们都觉得这个朋友不地道。但是呢，哎，外交部呵呵发言人都觉得这都是哎呀铁杆哥们儿。那么现在呢，中国的外交呢，对吧？一个呢是靠金钱，一个呢是靠战狼式啊。 那么这个呢，已经成为中国和别的国家的交流对话的主要方式。用国家的力量，你去支援别人，那也就罢了，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等等。但是你用国家的力量，或者是要国家的符号，去污名化一个别国的领导人，或者是把一件完全没有证据的事情啊来进行质疑，这难道是外交官做的事情吗？ 这个以前文革的时候就说一定要跟美帝斗啊，这个美帝斗，这个斗斗争思维啊一直没有散去啊，这还说不到底，还是一个老旧的思维啊。如果这样斗下去，用这种方式斗下去，其实斗到最后，将把中国斗到以前啊十年内乱啊万劫不复的历史的时空。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海外的中国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外交界的网红啊，实在是有一些叫无奈啊，因为好多时候他们说的一些话，真的是把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的脸呢都丢了不少，叫只知勇不知耻辱，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用战狼式的外交给中国添乱。 让中国人蒙羞，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引起今天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不能让这些卧底继续操作下去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